小公主，我的小公主，爱的小公主，我来温暖你幸福，知道你逞强的痛，知道你无心的毒，知道你笑的只是藏着哭。我爱的小公主，我的小公主，爱的小公主，我来温暖你幸福，知道你让我让步，知道你疼我搀扶，知道你是一块来我怀中。小宝贝儿啊，咱俩是一对儿啊，爱情这玩意儿啊，谈起来真带劲儿啊呼！我的小宝贝儿啊，正对我的味儿啊，谁都躲你我不动地儿，来陪你解闷。我爱的小公主，我的小公主，爱的小公主，我来温暖你幸福，知道你拿我让步，知道你疼我搀扶，知道你是一块来我怀中。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看由 SMG 互联网行中心和东方卫视中心合力打造的《阳光美少女》。炸鸡在手，萌妹我有。本节目由萌妹子最爱吃的好炸鸡肯德基亲情冠名。各位好，我是你哋梦中情人小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众情人卤蛋一小心。大家好，我就是你们的居家出门两相宜美少女默默默涵。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大家都不能遗忘的非常闪耀的不灵不灵曾艳芬。大家好，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传递爱的美少女颜角晶，你们可以叫我小仓鼠。好，欢迎。今天呢，找各位过来呢，是要共同聊一个话题，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哦，所以说我们跟大家想好好聊一聊。这样，先正经问一句啊，有没有曾经被人表白过，或者自己主动表白的经历？被表白嘛，多，非常多。啊，追我的人，说实话。从这里排到法国，排到法国，对，连起来绕地球好几圈是吧？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听说都准备了一些爱的馈赠要送给广大的电视观众朋友们，是吧？来 ，music。当天有个表演呢，让人印象深刻。哎，对，整个包括镜头的设计，还有编排都非常非常的到位。这个舞蹈真是透着热辣性感。哦，太棒了！然后一个女人像如控兽一般，然后整个两个人那么交织，然后围着笼子转，围着笼子转。哎呦，我们当时那个导演组的那个导演坐到后面就看了，就哇，然后害羞的低下了头。哦。所以这个舞你们练得很辛苦吗？还蛮辛苦的，尤其是管子的部分啊。它动作其实蛮复杂的。对，重点是我和许佳琪穿了一双13公分的高跟鞋。真羡慕你们。别害羞，呼吸转。
其实今天卢力也很惊艳，何以见得？卢力在我面前一直就是很搞怪啊，就是卖力的就那种感觉，但是他唱歌的时候突然间整个人是发光的。他和陈琳合唱的那首情人，哎，真的好听。对，情人节嘛。哎，但我想问一下，就平时你这种两种状态是怎么切换过来？女神的安静的文静有气质的那种才是我的本性。没事，好不好？这样。来回顾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努力和陈琳惊艳的一面，请看。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从来没有对你说，我不说你都知道，我对你的好你都不需要。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真还是意外，我爱你恨你感慨我都不在，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不人不人离不开互相伤害，优雅的一个节目，对，非常的优雅，对，洒满花瓣的小道，洒满花瓣，有蜡烛在缓缓摇曳，然后有一个美少女在静静的弹着钢琴，整个意境非常的美，尤其是你弹钢琴那段。因为弹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是该看琴键呢还是该看镜头呢，然后我选择了看琴键。没关系，钢琴上面装了一个摄像头来的，其实这个钢琴是可以进行视频聊天的。那他看到我的视角岂不是这样的？对啊，就是对着鼻孔拍的那种视角。真的没眼看了。排练的时候老师一直让我和陆队互动嘛，我就一直都不敢看他，因为气氛太美，他也太美，就是这样。那太美碰上太美那不真的很美吗？美到不敢去触碰，我看他的眼神我会有点害羞。不管有没有感动到别人，至少我们先感动了自己。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非常唯美的自己都不敢直视的表演，请看。
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这间门开始不甜。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到表演第一轮的 S 队，当时就表演个日不落 ，You Are My Sunshine。是你就是我的阳光，心中最耀眼的那道光芒。对对对对，很有 feel。中文加英文还有加韩文，对，而且也使用了一点小道具，就是一根拐杖，就小英伦风，对，就想要体现出女生那种可爱的小性感。可爱的小性感，我可以换个队吗？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加入我们啊！为什么？我就是走性感风的，真的、哦。哇、wow, wow, 可爱且性感。没有，但其实这个节目让人印象很深刻，因为呢，就之前呢，我们了解 S 队的话呢，其实很少看到什么特别性感的。这次把这个性感和可爱结合在一起，对，就要一点一点的突破嘛，就是小女生慢慢的蜕变成小女人的感觉。这样，一起来回看一下 S 队的 U M S Sunshine 日不落，请看。日不落。水像樱花一样安静，和平鸽慵懒步伐压着韵，心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香烟，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 Sunshine in the rain, love is in the rain, Sunshine in the rain.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来我突然间回想起了，就是上一期我们的国民美少女，嗯，当中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啊，太多了。我记得那天是聂芬，嗯，卢莉，你们那组是有表演的一个节目叫做爱的旋律吧，你是旋律哦，你是旋律，你是旋律。说到这首歌，我其实是纯日语的。对哦，你们那是怎么学的呀？我也不知道，就是天赋哈。嗯，就这样学的，就会了。这其实是我知道是用拼音在上面写，对，罗马音了，罗马音啊。哎，但是一想到这个整个过程还很难忘的，包括他们的服装，是啊，还有这个队形的变换，是啊，各种小编排，它还挺美的，有点像小仙女那种感觉。是，主要是我人美了。对，为什么会冷场？没有冷场，没有冷场，我很配合。谢谢你，谢谢，不用谢。这样啊，咱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你是旋律》。街も明るめに着替えた風に誘われ気づけば知らずに僕は口ずさんでいた遠い昔の記憶の体に忘れかけてた二人のフェブリーソンなぜこの曲が浮かんだのだろう突然に愛しさはいつもずっと前から準備してノイズだらけのレディオが聞こえてきたんだ時を超え君のメロディーメロディー懐かしいハモニーハモニー好きだよと言えず抑えていた胸の糸に僕らメロディーメロディーきっとどこかで君だって口ずさむんだろういつの日にかあの頃のメロディー现在是角君你们的了卡布奇诺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首歌？因为我们对之前每一期基本上都走是比较硬朗的风格嘛，就是帅气风的。然后我们这一期的话就想每一次，就是很实诚的说，就是想每一次。想每一次，因为之前都没有美过。也不是，虽然我们也美，但是一直都很美，想要更美。之前是帅了，谢谢。之前是帅，对，之前是帅的。现在想展现一次这种女孩子的这种阴柔之美。稍微就是俏皮一点的一些舞蹈。俏皮一点。自从他走了以后，在我的心中留着不大不小伤口，在这个如此街头，所有感受，我还沉溺在回旋。我有人说爱是种烈酒，会让人失去了左右。Oh yeah， 我只对爱有种不同感受，我深深。觉得他像手中卡布奇诺，爱情像卡布奇诺，浓浓的眷恋泡沫，诱人的气息，多爱不释手，爱是卡布奇诺，苦苦的美丽滋味，耶，藏在我心，久久，有些事已不想说，有些就无法形容，只有尝过。说句实话，就队里我知道有一个人还蛮苦的啊，陆宝，我们的陆队嘛，陆宝当时是带伤参加，对对，而且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彩排，他是搀扶着上来，搀扶着下去的，因为他今天不能，其实不能怎么用到膝盖，但是他彩排的时候为了不影响整体效果，他整个人还是非常拼的去，然后下来之后膝盖又肿一圈那样的。他受伤的时候，工作人员就问他说：“这期要不就是不用他上了？”然后他说：“不行。”
坚持要上，自己坚持要上，真的像样啊！来，这样我们共同回顾一下，王璐同学也来一起回顾一下。打开微信，进入摇摇，获取更多未播花絮。阳光美少女由炸鸡好品牌肯德基独家冠名播出。拯救环节的游戏啊，你们三个有参加的吗？我拳击吗？啊，哇塞！哎，再问我几下，你是打了500、500一吧？就500，差厉害，差一点。500跟490就是男女的分界线。真假的？对啊，真的。意思是我是一个男人吗？嗯，没错，可能正处于那个界限上面。但是想想其实很残酷，嗯，对，很简单的一个游戏，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这次有三个插班生帮忙嘛。对对啊对啊，有那个本玉跟孔连顺，他们两个男真的是真男人。本玉在打的时候你有看到吗？对，本玉那个整个他，我特别佩服他这种装模作样的本玉。为什么啊？他真的很诚心的，很诚恳的。是很诚恳，但是就是那种装的那种感觉啊，就反正我就是很专注，我想到旁边我就想踢他一脚。但他感觉好像架势很强，感觉他是打泰拳的那种。对对对对，是右手出拳直接打嘛，然后刘海还要甩一下。对，很有杀气。哪三位？我们是陈琳、娜娜，还有我们女神。好，三个人啊，每人只有一拳，你们的分数累积起来就是你们的总分数，好吗？来吧，来，请上场。来，准备。加油，加油，娜娜，加油！哇！毁灭世界的一拳，他的分数是510分。哇，510公斤啊！好，下一位，加油加油加油！陈琳，啊，所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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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都脱了，有没有？来，蓄力啊！哇，490分，不错！我天哪！孔连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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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让开点，让开点。哇哇！打爆机器的一拳，550分。哇！他们的总成绩是1550分，恭喜！来，有请 S 队。哎，刚才那个力量，哇！500分呢？
百公斤，太棒了。所以大家对莫涵的判断是正确的。两人加油！赶他，还有十七秒，赶他，随时打。啊，这个力量有点弱。465分，也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可以，也还蛮不错。加油！德玉，德玉，德玉，加油！加油！德玉。打开微信，进入摇摇，获取更多未播花絮。阳光美少女由炸鸡好品牌肯德基独家冠名播出。德玉加油！加油！德玉。哇！刚才本玉的头发都飘起来了。哇，还在涨，还在涨，540分。哦。怎么样哈？今天的主题是白色情人节，祝大家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早日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是的，是的，是的。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炸鸡在手，萌妹我有》。本节目由萌妹子最爱吃的好炸鸡肯德基亲情冠名，说了每周一晚11点半的《阳光美少女》了，每周六日在优酷头条同时播出的《国民美少女》，也期待你的关注。好的，下周再见，拜拜，拜拜。